快要农历过年了，基隆市议员张耿辉特地结合永安里办公室，在里长陈君智服务处举办龙年大吉新春挥毫活动。张耿辉也致赠议员红包，祝贺新年快乐，龙年大吉，吸引许多在地乡亲前来排队索取，非常热闹。要春联的黎明到现在还是一直要在排队，那很感谢，很感谢张议员哈。那我们今天里内也有办我们的那个低收入户我们的物资发放哈，也要感谢大家这样子的来鼎力帮忙，谢谢。我想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活动，也感谢我们主办单位我们的永安里里办公室，还有我们协办单位，就是我们七七新福利的前指挥官，我们齐正泰大师，还有杨淑慧大师、张医生三位大师来到现场，倍添的今天的现场的热闹场面。在此我跟我们里长夫人也一起祝贺我们所有的市民好朋友，新的一年龙年行大运，大家龙年一切幸福多到来。主办单位特地邀请基隆市清溪新文艺协会三位书法名家张玉珍、徐正泰以及杨淑慧现场挥毫写春联送给民众，也让排队等春联的民众如获至宝，非常开心。今年是金龙年，新的一年祝福大家平安健康，谢谢大家。永安里办公室也同时举办寒冬送暖、送物资助弱势的活动，结合七堵区乐龄学习中心志工们春节前做公益、送爱心，让整个活动充满喜气，也充满爱。记者吴俊松，基隆报道。